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 2.50 塞魂 bug 出现，新手无限触发，停云活络决定超级破队生死。崩铁2月6日前瞻首爆，300队换马，卡池角色确定，黄泉杀金登场。据网友反映，灵杀的异魂有 bug， 可以无限触发新手任务。据悉，灵杀异命是灵杀的弱点，击破效率提高 50%。当有地方单位的弱点被击破时，使其防御力降低 20%。其实真正的游戏效果是，灵杀在场，全体怪物防御力降低为 0%， 被击破时变成 20%。常驻效果，这个 bug 就是只要是防御降低才能够触发的效果，一命灵杀在的时候都可以全程触发，无论是秘技还是多少回合。因为这个减防为 0% 是一个状态，防御降低 0% 和没有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敌方正常状态和敌方处于正准备减防状态是完全两码事。准备减防虽然是 0%， 但是已经处于领域或者光环之内，只是没有痛感罢了，或者说敌方已经进入灵杀领域内，只是灵杀没启动减防罢了，这是一个没有数值的 debuff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不算负面效果。废话不多说，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6 版本前瞻直播的兑换码了，一共是300星穹的兑换码奖励，这里也给各位开拓者们奉上。当然了，兑换码是有使用截止时间的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第一时间兑换哈。然后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6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，如图所示， 2.6 上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分别是乱婆、乙月，下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分别是沙金、黄泉，整体来看还是非常香的，对于想抽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提前囤星穹了。